白酒，每天去了以后就是二两白酒放在桌上，因为不喝那个神经放松不下来，不喝那个思路打不开，你知道吗？完了我就把新东方的骨干力量招到我的办公室喝酒聊天。哎，你还聊着聊着不三不四就聊出了一个卖农产品的这个思路了。那事实证明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这个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，有可能同时他给你打开了一扇窗，只不过你的眼睛能否看到那扇窗是你的本领。所以呢我对，所以我相信随着祖国的发展，我们的机会还在，困难也永远不会消失，但是如果你想把路走下去，路一定还是会存在的。